国会改革法案在今天预估会通过三读，目前最新进度时间交给主播陈静怡。持续带掌握在立法院国会改革法案的最新进度。好，面对民进党不断喊出没有讨论就不是民主，而对此国民党立委叶元之就表示了，其实他们都有讨论，真正不想要讨论的是民进党哦，还说这是装睡的人叫不醒。我们一起来听。对，支持没有讨论就是没有民主吧，但是民进党是打脸过去的自己啦，因为之前在一例一修，包括就是前瞻条例，还有甚至于预算，他们都可以从委员会抽出进步二读，所以这些都没有讨论。过去民进党没有民主，所以我们要改变。那这次国会的改革的法案都有讨论，然后在委员会的时候，实际上有人统计过，民进党发言的时间比国民党还多。那只是说他们都不针对法条去做说明，都是在谩骂，然后都是从盘古开天、女娲补天开始讲，就是想要拖了，就是没有心要去过这个法案。所以你说装睡人叫不醒嘛，没有想要讨论的人永远都是不会讨论的，你给他再多时间都不会讨论。所以当然最后就是走民主程序，就是透过表决。那我觉得国会改革其实是大家都希望，民进党在野的时候也希望，但只是他现在执政了就不想要被监督。而尤其今天呢，持续在审的这15个条文都是民进党所提出来的再修正动议，内容是不予增订。好，既然是不予增订，那为何还要表决呢？民众党立委就表示，这明显就是在拖延时间。我们继续来听。讨论14个条文，还有一个章名。那实际上这个14个条文，如果依照正常的这个法律程序，基本上这个都那第一个。根本就不需要表决，是大家练过，大家都因为大家都不会对这14个条文都不会有意见。它的内容叫什么？不以修正跟不以增订，就是这个条文大家也没有准备要去修什么地方，也没有要增加什么地方，这个为什么需要表决呢？所以他提的时候，我们国民党跟台湾民众党都是举手表同意这个条文的，而这个条文都大部分都是民进党提出来的。那时候最怪的是民进党自己提的条文，当台湾民众党跟国民党支持他的时候，他们竟然举手说他们反对了。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呢？他就是要拖延时间嘛。所以这个民进党在这次的国会改革里面，他有三步骤。他在第一次的这个宴会的时候，你看他是用冲撞、用暴力，对不对？制造冲突嘛。然后从第二次的宴会开始，他们就说舞会完了之后就文攻了。文攻以后就是一直在拖延嘛。他两种，一种就是冗长的发言，一种就是议事规则，他每个人去登记，长久要发言。然后呢，提了40个。修正案，4个修正案以后再提40个修正案，让你这个整个程序非常的冗长，包括你刚刚提的根本就不需要修正的东西，他提一个不以修正、不以修订，然后不以增订，然后要求要表决，所以每个条文变成他的要求之下，每个条文都要表决8次，大概浪费20到30分钟，所以就出现很多大家觉得很不可思议的画面，就是说很好笑，当其他的在野党都已经支持你的时候，而且是你的版本的时候，出来反对竟然是民进党，那大家已经想不透，那事实上点破了。就是一个民进党故意在拖延时间。好，国会改革法案呢，预估在今天就会完成三读，只是时间上的问题。但尽管通过了之后，民进党还是会提出释宪，他们已经喊出了绝对会提释宪。所以针对这个国会改革法，恐怕在短时间内这相关的争议不会因此落幕。先把时间交还给彭内。